对啊，该排迄个东西啊。哎，啊，咱白沙嘛是爱排的，所以你就袂使，哎呦，袂使迄个，运货的一个街市，然后所以它会有一些古代的民居，也会看到一些。那这些民居呢，都是什么呢？内部已经坍塌，外部保留下来，然后呢，重新又又重新修复，然后修复过以后呢，就变成了什么？民宿、这里头啊，商店。啊，一些特色产品的商店哈，可能不能逛去商店哦。我进去较好。原路走，原路的。啊，我们5:10这边集合，小心车子。行啊，爱行。这老街不是也是在这里吗？啊，老街啊，老街是在他桥对面那边啊，老街是在那边啊。因为老街啊，现在在修路，没有办法停车，没有办法走，所以好像都比较多也难，都是逛街嘛。嗯。这好像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发的嘛。对。啊，对啊，我们上次来就没有听过这个，上次来这边，哇，这个在喷。喷雾剂，做效果，做效果，水器啊，这能不能进去参观啊？有一些民宿可以进去参观，有一些就没有办法。这个暂时现在开放，但是它里面没有东西。哦。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不像我们后面参观的古村落。可以请，当秦秀。老按照的啊，几多钱啊？从那毛豆花，鲜甜的毛豆花。你照的，你比哪对啊？哦，那这足快呢。那就是原来较早人住的厝啦。哎，这开一间教堂嘛，怪怪的啊。啊？再来两遍啊！1、2、3，拉，对，放下。
可以靠。好、哦、蛇呢？蛇啊，蜥蜴呗。嗯，叫蛇呗。